港人进食野菇、野芋头之后出现食物中毒的个案在近年时有发生，到底为什么这类植物会在香港成日出现呢？香港是属于亚热带气候，温度比较上高一点，而且我们的春天很湿润，亦都有一个打风的季节，所以很多的生物其实都很适合在香港生长的。以食用菇为例，其实在大自然界里面只是大概得一成我们发觉我们可以食用的。专家又提到，市民任意挖掘的海芋经常会被误以为是芋头，有些野生芋头会产生一种叫草酸钙的结晶体，在显微镜之下会呈现很多条浸状物体，一旦进食就好易整烂口腔里面的细胞，引致口腔发炎麻痹，如吞食骆肚更可能会导致胃出血。